第一次带薇薇在我婆家这边吃喜酒，谢谢。Hello，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，今天我要带薇薇还有她侄儿哈去我对象他们那边吃喜酒，顺便让他们体验哈四川的那个粑粑宴。等一下，就是哎，妹妹，喂，看我妹妹今天穿的好港式哦，看，来，来远点给你们看一下，黑丝，黑丝，这还是我给你买的。我姐，我爸不买的。不，我给你挑选的，我的眼光。你挑选的。我的眼光。啊，等一下，收拾收拾就准备出发了。他们都洗漱完了，我都还没洗漱完。我还是用这个牙粉刷牙，这些年生都在用牙粉了，好久没在用牙膏了哈。现在是我们家都在用这个牙粉了。你们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刷个牙。嗯，刚刚刷牙，哼，都这么好了。嗯，看一下，好我好丰富。哎妈，昨天你喊我给他带两盒牙刷才过去的嘛？嗯。他说他用得好，喊我给他带过去。哎呦，还有二舅妈，她给我打电话说她等你出厂买回来，喊你帮她买。要得嘛，要得。哎，好用！以前我晚上睡了口都很臭，现在都不臭了。他带为什么没带？他要你结婚的时候他回来。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有需要这个牙粉，可以去我厨房买去啊。啷子放啊？放车子上噻。我对象他们那边住厨，喊我给他带几只鸡过去，顺便给他带过去了。看一下，全是土鸡哦。我等一下把后备箱打开啊。九只呀，嘎，九只啊，哎，这些都是给他们带过去的。九只八十八斤啊，八十八斤都是两千的，两千好多，两千零二十块钱。要得。差一点八十八斤。那这些简直都是为了要一年的。好在哪？爬上车，爬上车。这样行不行？行，要不要拿那个箱子装一下？把箱子装一下嘛。箱子还是要得吗？不需要装。箱子，让箱子垫一下可以，不需要垫。这个鸡它得被晕车哟，这么多。天哪，这么多！好了，我们出发了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月月。嘿，你说起说起的，你跟企鹅一样。八十八斤哟。就是公鸡。十多斤一个的，有两只。走了，现在九点都过了，赶紧过去。好。我们马上就到了，他们家就在这附近。对。哇，好热闹哟！哇塞，新娘来了！我这个准新娘看别人的热闹。哇塞，好热闹哟，好安逸哟！啊，新娘下来啦，好漂亮哟！哇哇哇哇哇！
他们还在吃汤圆。你们那边有没有啊？抢红包了，抢红包了。我抢了这么多哇，等一下等一下给你，等一下给你，好，等一下给你，走，这谁抢的？你抢的啊？看一下喜糖，喜糖一脸娇女啊，新娘好了，来朋友们，掌声，这就是送给他好吗？此刻美丽的新娘身穿洁白的婚纱，我这些全都手捧花了，笑到我了。祝福你们新婚快乐，来年好，早生贵子。二位新人神圣婚礼就到此圆满礼成。好，谢谢，来，红包拿上去啊，太虚了，太虚了。